嗨，特洛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看，小本来了，小凯蒂和小安博也来了。小本说，火车城那里新建了一所学校，他们很想去看看。糟糕，封路了，看来新学校还没建好啊。宝贝们别担心，特洛伊有办法。嗨，泰迪，宝贝们想去新学校玩，但新学校还没开门，你能帮特洛伊变个身，帮帮宝贝们吗？可以吗？太好了！我们看看泰迪会怎么帮特洛伊变身。一个滑梯，一个平板，不知道特洛伊要变身成什么样子啊。不知道那个货箱里装的是什么。哇，特洛伊，泰迪把你变成了一辆游乐场火车。泰迪，谢谢，再见。我们走吧。嗨，宝贝们，特洛伊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特洛伊变成一辆游乐场火车，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特洛伊的滑梯？谁先来？小凯蒂吧。哇，好高啊！这个滑梯看上去很好玩，小安博已经准备好下一个了。很高兴看到你们俩玩得这么开心。小本，轮到你了。怎么了？小本说他恐高。泰迪好像想到了其他可以玩的东西。旋转平衡车，这样你们三个就都可以在游乐场玩了。宝贝们，好好玩，下次见。特洛伊，干得漂亮，再见。火车特洛伊。
嗨，蒂娜，你在干嘛？你在修理电塔？嗯哼，太棒了。怎么回事？哦不，看起来塔要倒了。闪开，蒂娜，快！哎呀，就差一点儿，怎么办？如果电塔倒了，火车城的所有灯都会灭掉。我们最好去找人帮忙，要快。嘿，泰迪，火车蒂娜需要帮忙，她在修理电塔，看起来塔要倒了。你可以马上下来吗？嘿，特洛伊，你们有个任务，你需要帮助蒂娜修理电塔，不然火车城的灯都会灭掉的。准备好神奇变身了吗？机械手臂。好主意。转快。好吧，泰迪，如果你认为我们需要。螺丝钉，哪会有用的？干得好，泰迪，让我们在灯灭掉之前找到蒂娜。快点，特洛伊。他来了，小心，特洛伊，别靠太近。我们先做什么？让塔先立起来。好主意。太好了，接下来呢？看起来有些砖块掉了。你有东西可以帮忙吗，特洛伊？有吗？太棒了。看起来好多了。泰迪给你固定电塔的东西了吗？螺丝钉，太好了。做得很棒，特洛伊。再见，泰迪，
谢谢你的帮助，下次见。嗨，特洛伊，好像下雪了。你在检查是不是大家都好？你要去见拜伦勋爵，确保他有足够的煤。你真好，特洛伊。找到拜伦勋爵了吗？那是什么，特洛伊？那是拜伦勋爵。天哪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你说的对，他需要帮助。坚持住，拜伦勋爵，特洛伊很快回来。嗨，泰迪，你解开了魔方，刚好。特洛伊需要帮助拜伦勋爵，他被冻在一个冰里。你有什么东西能帮忙吗？太棒了，可怜的拜伦勋爵一定很冷。这个应该可以搞定。准备好出发了吗，特洛伊？别担心，拜伦勋爵，特洛伊来了。我们马上帮你出来。不够热。那么，我想该升高一档。今天这将是汽车城的热门话题，有用了。能说话吗，拜伦勋爵？不是吧，你把钥匙丢了，不得不在外面过夜。怪不得你在早上冻僵了。好了，拜伦勋爵，现在你可以进去暖和一下了。怎么回事？不能动吗？哦，你的轮子卡住了。也许我们该试试吹风机。暖和一些了吗，拜伦勋爵？你自由了，拜伦勋爵。哦，是的，你找不到钥匙了。
有什么办法，特洛伊？哇哦，太神奇了！看，在那里。干得好，特洛伊，拜伦勋爵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什么声音，特洛伊？啊哦，特洛伊，你还好吗？干得好，特洛伊，下次见。哇，原来火车城今晚就要迎接新年了。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吃得开心吗？快到晚上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泰迪的专场烟花表演了，多棒呀！大家准备好，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等等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特洛伊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去找泰迪看看。嗨，泰迪，没什么事吧？你的烟花发射器出问题了吗？真是糟糕，还好特洛伊来帮你了。特洛伊，泰迪说你得到山顶上点燃烟花。可是还剩五分钟就要到放烟花的时间了，特洛伊，所以你要飞上去。特洛伊，你真的变成一艘会飞的帆船了，不过你还需要些东西。你要用这支蜡烛点燃烟花的导火线，特洛伊，试试你的助推器，风一吹，助推器的效果会特别好。泰迪，谢谢你。特洛伊，加快速度，时间不多了。特洛伊，你看到山顶上的烟花了吗？在这儿呢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风太大了。特洛伊，试试你的助推器。
这个办法有用。你成功了。难怪泰迪点不着烟花。特洛伊，距新年只剩下十秒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五四三二，正好赶上。特洛伊回来了。特洛伊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顺利迎接新年。大家新年快乐，再见。艾迪，谢谢你，你的烟花表演十分精彩。火车特洛伊。你好，特洛伊。今天可是在火车正晃悠的美好的一天。你好，西奥，你是在安装圣诞树吗？是什么让大家这么烦躁？我明白了，没有雪的圣诞节是让人失望的。好主意，特洛伊，让我们去看看泰迪可以做什么。嗨，泰迪，特洛伊需要帮助给火车正造雪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哦，太棒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哇哦，特洛伊，泰迪把你变成了制雪机。这个很棒，泰迪，那顶帽子会让它保持温暖。让我们开始工作吧，特洛伊，回头见，泰迪。哇哦，这太神奇了，火车镇会爱上它的。大家注意了，特洛伊找到办法给你们一个白色圣诞节了。糟糕，你可能弄多了点，特洛伊。
哈哈，来了，西奥。该出发了，特洛伊。哦不，特洛伊，你回家的轨道都被雪覆盖了，怎么回去呢？好办法，泰迪给你的铁锹可以把轨道上的雪清除掉。完美。再见，特洛伊，回头见。再见，泰迪，感谢你的帮助。嘿，特洛伊，你要去试试火车城新建成的镜子长廊吗？真兴奋啊。哈哈，哇哦，特洛伊，这些镜子很有趣，你看起来真好笑。哦天哪，什么声音？你好，蒂娜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一个幽灵在长廊里追你。哦天哪，蒂娜，太可怕了。可是幽灵在哪里，蒂娜？看，在那儿，特洛伊，是幽灵。我们需要阻止他，特洛伊。但是我们怎么能吓跑这个可怕的幽灵呢？你说的对，特洛伊，泰迪会有办法的。蒂娜，你可以在特洛伊回仓库的时候在通道外面等吗？别害怕，特洛伊会很快回来抓住那个讨厌的幽灵的。嘿，泰迪。你在看什么书？有关火车城幽灵的历史吗？真是可怕的巧合，蒂娜在镜子长廊被幽灵追赶，我们需要帮助她吓跑幽灵。我们需要你想一个可靠的办法，泰迪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泰迪，你把特洛伊也变成了一个幽灵。哇哦，特洛伊，你真有点可怕。那个神奇音箱会把特洛伊的声音也变得很吓人的，泰迪。啊，你把一个手电筒放在特洛伊的下巴上，让他在黑暗中看起来更可怕。好主意。好了，特洛伊，准备好吓跑火车城的幽灵了吗？我们出发吧。能看到幽灵在哪里吗？
嗯，再找找看。听到了吗，特洛伊？我想是幽灵又出现了。特洛伊，现在是你的机会，偷偷靠近幽灵，吓唬他一下。火车托尼，一直都是你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火车托尼，你怎么能这样吓蒂娜呢？他在镜子长廊玩得好好的。嗯，希望蒂娜能真心原谅你。蒂娜，你原谅托尼了吗？你真好，蒂娜。怎么了，蒂娜？哦，真是一个好主意。托尼，蒂娜说因为你的诚恳道歉，她愿意带你到镜子长廊四处逛逛。我想这是拜你自己所赐了，托尼。谢谢你的帮助，特洛伊，下次见。特洛伊，你好呀。你来火车城想看看正在建造的博物馆吗？嗨，泰勒，看着新的博物馆，你是不是和特洛伊一样兴奋呀？希望博物馆可以早日完工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你觉得那只是一个垃圾吗？怎么了，特洛伊？你觉得那可能是个很有价值的东西？是一枚古老的戒指。泰勒，你说的没错，博物馆建筑工作得暂停一下，因为建筑工地下面可能藏有珍贵的宝藏，我们得先确定下来。特洛伊，你有什么好点子吗？泰迪，你可以等一会儿再修电视吗？我们在建筑工地里找到了一些古老的宝藏，所以特洛伊想变身成一辆考古列车，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的宝藏都挖出来了，工地的建筑工作也可以继续了。太好了，看来你这里所有的装备都很齐全。
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去挖掘那些古代的宝藏了。泰迪帮特洛伊装了一只机械臂，方便他使用这些考古工具。这样特洛伊才能知道他要挖多深。哇，看来地下藏着好多宝藏呀。特洛伊现在知道要挖多深才能把这些宝藏都挖出来了。这下面有好多东西啊，不过他们都埋在地下了。看来泰迪早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了，特洛伊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难题。真聪明呀，特洛伊可以先用刷子把宝藏周围的泥土清理干净，然后我们就能把这些宝藏从地下完整地挖出来了。泰勒、比利、特洛伊，来认识一下卫星列车莎拉，他是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。比利，莎拉想就刚刚挖出来的宝藏采访你一下。太棒了，比利刚刚和莎拉说宝藏会在新建成的博物馆展出。特洛伊，比利刚刚说十分感激你的帮忙，他要授予你一枚奖章。特洛伊说他想把奖牌给泰迪，因为如果不是泰迪的帮忙，他也不可能挖出这些宝藏。泰迪的电视好像也修好了，他正好能看到特洛伊带来的好消息了。泰迪，你真棒，多亏了你，汽车城的新博物馆里增添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文物。下次见。